今天是我唯一一次进屋看人家开饭没上桌蹭的，知道为啥吗？为啥？我瞅这价钱不够吃，说我够吃，锅里还有呢。算了，不吃了。我今天是被我姐给我叫来的啊，这家给我冻够呛，非得要给我看点啥，啥玩意儿啊？进屋吧。咋的，还挺神秘啊。把门关上。这不是咱俩出发要上海南了吗？然后我这买了几件小裙子试穿一下，让你帮我参考参考。刚到的，啊，刚取回来的，你也是真信得着我，我也半拉开机。三件碎花裙子，然后这一件是现在穿的小毛衣，还有一个加绒的裤子。加绒的拿海南穿去。在家这边穿，我那不断舍离老多牛仔裤都下岗了吗？来，先试一个。来试哪个呢？这个吧，我最相中的。我瞅这三件全军覆没，又得，真的假的呀？你先试上再说。大牌子的啊，我这回买的是好的，你那次买孬的了？大家都说我买的不咋好，所以这次我花了个高价钱买的。这个是第一件，我觉得挺好的，码数也正好，就是我有点胖，这是显肚子，到时候穿一个收腹的裤子。这个外头还挺好的呢，我找的是销量最高买的。换第二件吧。好看吗？古道今日就是潮，相信我，来吧！听见了？受打击了，我刚才没好意思说不好看。事实证明，不一定贵的是好的，对，只有适合自己才是好的。对。好了，哎呀，太紧了，这第二件。这么厉害，这个还行是不是？其实我买这些裙子都不是个行，裤我子。这裙子。好扎心呢！那我要上妈妈出门上海边这边转换。大橙说这件是挺适合我的，但是我穿出了泳衣的感觉，蹬蹬机，这还不带弹力的。哎呀，这个怎么穿一下？大橙，穿上这个，穿一模特穿都可好看了，你瞅一眼。哪个麻豆穿的好看？麻豆，人家是麻豆，我姐是土豆。你别说话了，好了，我一看他那个表情就不行。我说啥了？在开头。那不有一个是净版的吗？刚才。那个小。再说了，你知道我是咋买的吗？我上网店上之后，然后我看排名，而且它是一个品牌店，我去挑销量高的。我寻思看这个销量，咱就肯定大众都能看中的，那肯定错不了。你看买回来还不适合我。完了，我还有一件啊，这个是比他前一天到的，我忘拿出来了。试试这个啊，实在不行就给这一嘚瑟了。这件之前试的时候让大橙给我看了，说挺不错，我就给留下了。事实证明还是黑色显瘦，我就穿它得了。为啥喜欢穿黑衣服？能明白了吧？显瘦，这个还是网棉的，是不是？不耽误冻的啥的。关键是我穿这裙子，你说这玩意好看吗？小后跟，这跟没洗干净似的，你瞅瞅，哎呦我的天！让人看还以为你家暴了呢。行了，又是一期全军覆没的视频。最后又翻出来去年穿的裙子，这件还行，放回去看看。胖哈，没显那么胖，反正胖都怀疑人生了。现在这个也是我去年买的，然后又配了一套，完了这个里边的打底衫还有别的颜色的，到时候可以再换一换，是不是也行？像跳舞的，显得能瘦一点儿，主要是我想把这伤露出来，好像有点毛病。又发现一件，这个是那年二成结婚大橙子给我买的，但唯一一点就是他裤腿长，我得穿高跟鞋。我怎么戴全是黑的？我跟黑色就结下了缘呢。